大家好，又是我香口卡，今日要玩的是 GTA Online。今日9月5号星期四，咁我哋又嚟睇下今个星期 GTA Online 嘅最新资讯先啦。今个星期废车回收场嘅载具盗窃任务分别有帮派分子盗窃任务，要偷嘅系艾斯创；展示台盗窃任务，要偷嘅系街市可。同埋货船盗窃任务，要偷嘅系爱利。今个星期豪华车业嘅展示载具分别有披治纯净，同埋风情 D 十。另外，专营车业嗰五架试驾载具咧，全部都系卖车网移除嘅载具嚟嘅。分別有蝗蟲、經典石安、法加洛克、創新同埋隨師者。咁我星期落聖都車聚裏面嘅獎品載具係黃希，獲得嘅條件係連續四日喺一場落聖都車聚系列賽裏面名列前三名。而嗰三架试驾载具都系卖车网而取嘅载具嚟嘅，分别有弗罗尔 GT、佩优特风火轮同埋米其利 GT。咁呢架米其利 GT 咧就做紧七折。另外，阿浩特制改装试驾载具系巨兽都市。咁我星期赌场入面嘅台上载具系古茂田啊，属于钻石赌场抢劫嗰个 DLC。特价车方面，除咗头先所讲嘅米其利 GT 做紧七折之外咧 ，Legendary 嘅艾斯创做紧六折，力冲做紧六折，忍都做紧六折，同埋装甲战车都做紧六折嘅。南圣安地斯超级汽车网嘅朵拉多做紧七折，经典王者做紧六折，暗夜魅影都做紧六折，涉足者做紧六折，斩尸者做紧六折，同埋奇美拉都做紧六折嘅。班尼原创汽车工作坊嘅意塔力 GTB 做紧七折，军火大亨嘅万切之侦测做紧六折，同埋威吓者都做紧六折嘅。房地产方面，今个星期所有会所做紧七折，包括埋佢嘅翻修项目。另外喺机械双型车道购买射手手枪做紧半价。差事方面，沙丘那拉系列嘅竞争模式做紧双倍。会所嘅酒吧补给做紧双倍，另外制造厂生产速度做紧双倍，贩卖制造厂嘅货物都做紧双倍，同埋卖毒品俾街头毒贩都做紧双倍嘅。完成今个星期嘅每周挑战，可以解锁呢一顶西部摩托邦鸭舌帽。今日呢条片就嚟到呢一度先啦。另外顺便喺度讲埋啦，今个星期嘅时间挑战赛系大洋高速公路，而奥特制改装时间挑战赛咧就喺纺织城嘅。因为 RC 时间挑战赛同埋拉机牌提神饮料时间挑战赛系日替啦，所以就唔喺度讲啦。有兴趣嘅朋友记得过去挑战下。咁今个星期可以话系摩托邦周啦，咁好多电单车做紧特价，同埋摩托邦嘅制造厂做紧双倍。
咁有件事值得一提嘅系咧，自从今次布德乐园上呢个 DLC 之后啦，卖制造厂嘅货咧由30分钟增长到45分钟嘅，咁多啲时间俾你去单人咁卖货。不过如果你系抽中咗商村嗰个扮邮差叔叔咧，时间上都系好问水嘅。咁好啦，咁今日就嚟到呢一度先啦。之后落嚟个 GTA Online 有啲咩新嘅 update 咧，我都会尽我所能尽快咁将最新嘅资讯带俾大家。中意嘅就俾个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另外大家记得 follow 我嘅 IG。我系乡口 Carl， 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